各位同学好，我是李文老师。我们现在看的是一个国考的同学寄给寄题目给李文老师来讲解。那李文老师呢是，如果你要你付费的之后，你有什么任何问题都可以问李文老师，李文老师尽力为各位朋友说明。他寄来的第一个问题，三十二题，Lincoln's debate with his opponent on slavery in the Illinois Senate campaign。 him as a national figure and potential presidential candidate。好，林肯的辩论跟什么？跟对手的辩论。Opponent 是对手，O P 反过来是 P O 嘛？在奴役方面，奴隶制度方面，伊利诺伊州的参议院选举确定了他的地位。为什么这边讲确定呢？同学他说他想选的是猪。 pronounce 宣布，可是答案选的是 A，为什么？好，accomplish 是有成就的，denounce 是责备、谴责，这两个我们把它跳过去了。我们着重这两个字的比较，为什么宣布不对啊？宣布人呢，为什么角色是不用加记忆词的，就直接叫 pronounce，pronounce 就要宣布跟发音的。我们来看字典里面就知道了，pronounce。 宣布，譬如说，你有没有听过牧师宣布你 pronounce you r husband and wife？你看后面没有任何介词的、啊、，she pronounce his name，他宣布嘛，对不对？啊，will you pronounce your surname？对不对？所以它并没有什么介词的用法，可是确立却是有的，确立建立。那我怎么知道是确立他的地位呢？有这么一个关键字叫 national figure，figure fig 是这个字。我们从荧幕上可以看到它的语法 figure，仔细看哦 figure。 轮廓、人物、数字、外形，代表说它是一个国家的人物。这国家人物专门用法，就代表说是一个国家的重要人物。 你也可以叫把它叫做呃公历史人物，懂了吗？确定他的历史地位，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所以这 e s t a b l i s h 是确立、建立的意思。你从荧幕上看到建立的角色嘛，建立他的一个他这样一个国家的一个角色，甚至呢，在来未来选举的候选人的角色，所以代表确立他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答案当然选的是 A。好，我们再看下面其他用法，三十四题。 三四四，他说，When elephant families come across the carcass of the dead elephant，they stopped，inspected the body，f u n d l e d the bones as if trying to identify the dead one。哈，这边用的考的真是比较难，我不知道国考会考到这个单子。当大象象族呢遇到了这个死象的一个尸体啊，叫 carcass。carcass 我们在荧幕上就看就可以找到了。我们看翻译，carcass，你们看到尸体。 遇到了尸体之后呢？他们会停下来检查这个身体。我跟你讲，单独你看到 body，就当的当只是尸体，因为这边有 dead 死亡，这边有 body 好 f o u n d e t 就代表他们去拨弄一下、玩一下的一个感觉，抚摸了一下那个骨头，仿佛去变成这个尸体。所以这边都讲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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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的，所以他不会是受害者。那可能他只知道受害者选猪了，答案当然不对。puzzle 什么意思啊？puzzle 是拼图，puzzle 是拼图，名词、动词是困扰。 好，我们怎么知道是拼图啊？我们来看一下，还是比较保险一点点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在 Google 的搜寻里面，puzzle，你看 puzzle game 就样一个 photo。 要发一道照片就出来了，就叫拼图啊，就叫 puzzle，懂了吗？所以 jigsaw puzzle 叫拼图呢。carcass 叫尸体，offspring 是后代子孙，victim 是受害者。因为这个字太难了，一般同学不会看到知道这个单字。好，你看我们去看我们的光碟字典，carcass 指的是尸体、身体，这看的很难的、啊。这你看 the body of dead animal，所以。 答的几率很高，所以这个是因为同学不会这个字，所以不会作答，所以不能关你，不关你的原因，懂了吗？不关你的原因。好，那我们再看一题就好了。我们看这题，三十六题好了。A recent poll shows that，啊、uh,，shows that，呃，这题当然比较特别，有填的是 while 81。Eighty-one percent college students are eligible. Eligible 是有资格的、有能力的、有权利的。我们在荧幕上会看到 eligible。 有资格、合格的、有权利的，干嘛呢？呃、uh,，for some form of financial aid 可以申请那个助学贷款。Only thirty, only sixty three percent of these students are recipient. Recipient 是接受者，这个也比较难一点，接受者、受益者。好，为什么答案填的是 while 呢？他说，他这题答案他想选的是猪猪什么意思啊？Even, even 这个字它不是连接词，even if 是连接词。 一分混是连接词，因为这边两个句子，第一个句子是你看到林文老师把它框起来这一块，这叫第一个句子，这是第二个句子，所以两个句子要一个连接词。那 h e 这个字呢，它有口诀要叫当然而虽然，而且经由阅读杂志之之后，你发现到 h e 放在句首，几乎都当做是虽然，也就是说它可以等于 although。虽然八十一的学生有资格，不过只有六十三的真的是获益者，有些某星被。 被被阻挡掉了，懂意思哈？是大家这边告诉他说，像四十一题到四五题的判断语句，他就很难掌握，错了三题是有多看文章，培养文语感。是的，没错。所以林文老师会特别在很多的文章讲解的时候，重点为跟各位朋友做说明。如果你听林文老师这样讲解，那不管你是考多益、托福、英检各种考试的朋友们，你想随时用手机来学习，用电脑用平板来学习，林文老师就提供了解答方法 L I N W A Y E T，下到。 gmail 点 com，欢迎来信，写信给林伟老师，林伟老师会很乐意呢啊，介绍您的课，介绍给您看我的课程，六个课程，啊，六个课程，啊，六个课程，一个月都一百块钱呢。大放送，因为啊，这个事业宏图大胆是很难的了。总之，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做善事跟。 积阴德吧，希望我们家的狗狗、猫猫都有一个善终的机会。好，今天的课程介绍到此，希望帮助到更多的朋友，期待你的来信哦，拜拜。